祝大家新的一年健健康康，身体健康。心想事成都费事讲啊，事成啊自然会事成啊，谂系唔会成，我成觉得。但系你有目标冲住去行咧，就有机会成功。我呢见到啦。系啊，呢啲要行，成日谂唔得，人一定要，人一定要用心同埋行动去做系嘛，做好多方法，无论你有慢动作、快动作，但系你唔可以唔做。但系你一摆去后日，或者五日后或者十日后做，迟咗，亦都未必好。有时啲人太早做，亦都未啱个市场，所以都系想做就去做，睇运啦，用心得啦。不过从今日开始，希望大家都会享受多几次 good luck。从今日开始送俾你。